您好，欢迎您收看正言上人那旅足迹。上说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世间万物皆有其道理，佛陀都为众生一一解说演示，让人们从知而悟，进而深入法理，修行渐进。上说人体需要水才能生存，慧命也需要法水与法髓，法水清净能洗涤心灵的无明污垢，法髓则是法的精髓，能滋润心地，成长慧命。所以要时时引法入心，才能自度度人。现在敬请一块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上说佛陀在《法华经》譬喻品中，比喻世间是一栋年久失修、正遭祝融燃烧的大房子，人们就像屋内懵懂的孩童，不知烈火即将焚身，仍开心地玩耍，不懂得害怕，也不愿离开。佛陀来人间啊，伊就讲这个人间呢，比如一间的大厝，天盖之下，地在之上，有天啊，有地啊，地球是安尼在转啊，这就是世界。有天干有地，咱们人人呢，就是活在这天盖之下，地在之上，那亲像一间厝。所以佛陀呢，他就讲天下的啦，比如做一间厝，这是的《法华经》的地。但是呢，厝那多久也会旧啦，旧呢那较无去改。关心去甲伊修一间厝，会真紧的就会破烂去。所以呢，咱应该呢，哎，有这个责任，如来家业啊，一间厝呢，咱来好好来甲修，然后呢，就会变成了破烂邋遢、肮脏，变成了呢火灾。一寡囡仔散乱伫内底耍啊，已经呢到甲唔捌道理啊啦，干那过耍啦，到处乱撞吼，乱撞啦，乱撞啦，已经无人教，啊无人教呢，囡仔失教育啦，所以伊就未晓负责任，他呢就是乱窜啦，乱撞啦，这个大灾就没有好好的去改过。所以呢，变成了破烂的一间的厝，国家的人拢这么这样散漫，安尼呢就乱窜啊，就变成了火灾。上人借此引申天盖之下，地在之上，人们所居住的地球，如今也如同一栋历久老旧的大宅院。是效应不断的暖化发烧，人们若不予以关心维护，很快就会败坏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懵懂贪玩的孩子，任由大火逼身，仍然不知不觉。三界火体，这就是咱现在这个大的这个天塌地啦。啊，要安怎呢？是要放啊！你予伊安尼呢，就伫哩垃圾伫哩乱去呢。咁你放咧予伊呢，人人就是唔捌道理啦。安尼呢，伫哩乱撞呢，不可以哦。佛陀出现在这样的时刻里，他就开始呢设法要安怎来度众生啊。佛陀呢出现迄个时阵，才开始呢。从这乱撞乱窜的人开始呢，这个信用啊，要给调整过来啊。不过迄当阵呢，印度啦，已经呢宗教36种宗教啦，要转变一个宗教的观念哦，是不很简单啦，真的很难。但是时间也不长啊，佛陀
幸福了后呢，甲伊完成嘛，才49年而已哦。咱住这个亲妈妈已经46年呢，但是呢，咱爱怎样讲哦？咱还是爱有信心。看到讲从开头啊，30几的德工啊，一直到现在呢，现已经在全球啦，明明啊。那看到咱的主席大臣，他们拢是看到这个世界，什么样的灾难啊，这种的花心的人呐、啊，在如何的困难中呢？他就是化开困难嘛、啊，来达到伊的使命嘛。你咱这样远吼，不安少数人呐、啊，一种英雄。困苦多灾难的地方呢，就有这样的如地藏菩萨一样的菩萨，总是发这样的大愿，树立在那样的穷苦的国度，他愿意去付出。这呢，这嘛就是人间的地藏菩萨啦。上说尽管三界如火宅，但佛陀慈悲。不忍放任世间持续败坏，因此不断来回人间，设法教育救度众生，欲将正法深植人心。此际走过46年，置业脚步随着全球此际人的足迹遍及国际，期待能将佛陀净化人心的法水遍洒人间。这个世间嘛，只要咱若发心愿意去付出啦，啊，就会慢慢这个经济呢，一生一人生四四生八，所以这个数字八都16啊，16都32啊，愈来伊就会愈济啊，所以希望讲咱自己呢，一旧年的欢喜如水，能洗涤心里的过悔。但愿呢，这一股清流啊，被洗涤过的呢，人人要好好的保护这个洗清气的心，不要再让它呢再污染过来。我们大家爱照顾好咱这良心，还要呢再精进，在咱的生命中啊，爱的种子还不断，还要再撒播，名为净啊。愈来愈好，这愈多啦，在这个进化的那个范围会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多。共同的这样的生命虔诚的理念，就上达诸天诸佛听，上达诸天诸佛，老实讲呢，那是个净化空气啦。发譬如水能洗涤心灵的垢秽。上人勉示大家，要保护清净心不再受污染，并且要更加精进，不断撒播爱的种子。爱的种子能撒播得更广阔，人间受净化的范围就会越广，心灵清净有爱的人越多，大地环境也会逐步的净化。人人假如都受洗了，这对大地的净化是一大帮助。人类多数拢受洗，那就是会降温，温室效应会降温。哎，那温室效应降温啦、啊，那就是呢，气候呢就会较温顺哈，较温哈，较顺啦、啊。这都是因为呢，咱空气受污染，所以呢就会有这种气候的这个乱。那会当啊，真正继续提倡，不是干那为着佛教的人在咧塑形。过去一段时间，师父连敢讲啊，唔敢。但是呢，现在总是呢，要时时跟大家提起。啊，无想嘛，修行的人拢塑形呢，当然就是有他修心用行的道理存在。修行呢？修字是修心用心，啊心呢是端正行为，修行呢其实这两字啊
是修，就是修身养性，啊，行呢是端正行为，安尼叫做修行。啊，嘛有听到讲吼，咱若素食的人吼，迄个心理状况啊，会加真温和啦，消郁会加真平静，心会加真快乐。这拢是素食的好处，就亲像牛甲虎啊。几啊十年前，就有人提出安尼讲啊，牛甲马拢是食草啊，耐劳耐力啊，对人类呢都很温驯啦。但是呢，后来并不一定吼，但是呢，他就是一定要食得着啊，很猛啊，真烂啊，食饱就是懒懒啊，困啊，啊，看到人就是要夹人啊，这叫做欲食的一个好，这就是跟食物啊。这个生理跟心理呢，实在是很棒，所以咱来下当讲哦，都提出反的，唔通离心，一粒米周长日月，粒米成箩这样观念，1500粒米，一粒米，咱呢下当煮一碗饭呢，啊，一碗饭呢。就一旦供应一个人不多饱，一个人管15粒，只要100的人，就一旦管1500粒米哦，100的人1500粒米呢，就一碗饭哦。咱爱食8分饱，缅甸呐，因穷人呐，啊，无钱通好去竹筒水叶啊。啊，他就是吼，一家伙了四个人嘛，啊，他就是密密的钉啊地里，啊，再搁底下搁落一枚起来，那一枚米呢，就是1500粒啦。一枚米1500粒，等于因一家伙人呢，5、6碗饭，就是等于欠一碗饭啊。安尼呢，会当搁再给别人吃。所以咱来用这个数字去分析啦，因差不多呢嘛是食8分饱的啦。为天开的人呢，饥饿的人呐、啊，我们要如何呢？为这一群饥饿人来积积这种粮食。现在有10亿人口呢，是啊，无米可食。在饥饿中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呢，为这一群饥饿人如何来存钱？上说素食有助温室气体降温，减缓地球暖化，气候就会顺调。素食有助平稳身心，使心性温和，少欲知足，节约生活，就可集合一股大力量。所谓粒米成箩，上人呼吁大家推动8分饱，为天下饥饿者积存粮食，节省用度，捐助贫苦人，为世间苦难人付出。有位警察先生分享，去年经慈警会师姐邀约参与金藏演义，深受感动，表示倘若每一个人的心都能清净善良，就有良好的社会治安。上说警察是社会人民的保姆，更需要具有正确的信仰，具有宗教精神，就能诚恳为民服务。慈济也有开一扇门，那就是慈警会。慈警会北部也不少哦，南部也不少哦。单从台上哦，那就是仁医会开业医师啊，医师的联名，他在台上的妙手，台下又有一群妙医，给您呢进场。警署长，大家吼、哦，安尼拢服装啊，好整齐，这种规排吼，安尼金光闪闪吼，那样的画面看来吼、哦，真的很好看。面顶是医生吼，啊，拢白色的哦，白袍、医师袍，下面家吼，啊，拢是星级的警察、执警会啊，哦，真的很壮观呢，场面大，排起来吼、哦。
真的很好看。哎，会看到了，就是感觉到说我们的社会就是那样的祥和，这一艘慈航啊，真的在普度众生，要起航到全球，那样的雄赳赳哦，气扬扬，很庄严哦。你哪里讲警察有时阵会靠物质办案的当时阵，感觉到大家都是有那样的善的心哦，啊，往正法的方向走，领导起来也会很轻松，用爱去领导别人也很有效率，看到那个过状，这一年的这个犯罪率降低。十几年来的最低的，但愿呐，我们每一个在任何一个单位呢，修好咱家己的职守，应该呢，就是社会一定会很好。上说警察也要守纪律，像是慈警会的成员也要遵守慈济十戒，树立典范，作为楷模。带动警察同仁参与慈济活动，军警人员有善心行正向，更能促进整体工作效率。媒体也是一样啊，报真导正嘛，好事要多报啊，才会呢让社会呢更祥和，弄些一个效应啊，一个不实的事情啊，那个兴风作浪起来哈，也许社会就会不平安。看看去年年初的西利亚这种的茉莉花效应一起啊，你看造成啊是国际的大灾难，你修修一下你的墙就会不平安。讲话的问题，啊，不是干那迄个国家也是呢，让中东实在是很危险。大家要做好事，都是时时都有机会做好事，人人都可成菩萨。社会假如有一点点的偏差了，那真的也都是会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。所以还是期待人人啦，爱心爱点啦，真平静。大时代啦，大时代要怎么样？行大是非，大行善，需要大慈悲，大无明，需要大智慧，大动乱，需要大忏悔。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大时代的时刻，我们这样的大时代真的是非要分，真的要洗礼大是非。那在这样的劫难呢、啊，真的，咱古民呢，真正想要台湾是很特别的风调雨顺的平安哦，宏观天下。我是刚好就是例行的，一定要看天下事，因为咱实际五十几个国家都有实际人呐、啊，有分支联络处啊，我也还是一直爱看因报告回来的物件。所以会感觉到说天下事啊，灾难偏多，所以感慨会很多。天地告急，灾难偏多啦。啊，那想到咱台湾哦，真的是要很感恩啊。这个大时代，除了这个天灾啦，不管就是阴风。假如呢，一点滴的不小心呐、啊，煽动起火，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，这叫做人祸啦、啊。天下的灾难都是不是人祸便是天灾，真的是很可怕。现在都是有这样的媒体，很庆幸的，慈济也是有一个大爱嘛，大爱的媒体也期待它是一股清流。上说在此时代，天灾人祸不断，人心易受煽动，动乱一发不可收拾。大时代需明大是非，期待媒体要负起报真导正的责任，带动善的效应，宣扬好人好事，为社会注入清流，让人人心灵平静，才能让社会更祥和。因为有大爱嘛，我们台湾的信息很快可以
播送给全球的人，因为我们感谢全球都可以收得到嘛。你不能抵挡，我从刚就开始在呼吁啊，就有39个国家响应救济日本嘛。这回要救济日本呼吁啊，真的是很辛苦。因为呢，日本的历史是真近的代志，就是世界代志，哦，结束到这当中才来解放。在日据时代，我们的记忆都很深刻。当时就也会把这个历史啊，很生动的说了很多。所以这一次要为日本人劝募哈，很辛苦。实际人在这全球里哈，啊，我都很记着。那最后呢，有39个国家，但是呢，他们锲而不舍哦，荷兰妈哈还要鞠躬哈腰哦，还要说道理，还要解开他们的心灵的这个埋怨呐、愤怒啊哈，都是一滴要去改互动。美国有一位啦，他是大陆人，南京广州那当村的日本军队的那个中间，在大追杀的时候，阿嬷背着孙啊，他就要逃啊，阿嬷就被杀了。这囡仔呢，赶紧走啊，也被追杀了。等到伊清醒起来，已经被人忘记了。甲民国时好像都是安尼一点点。时代安尼的分啊，直直传啊，直直传，就会变成这样。所以想通了，其实人与人之间呢，啊，这当中来受灾难的人，也不是迄个时阵呢，强迫追杀的人也不是啊。想开了，世间呢还是很平静。这都是曾经有的。总而言之。社会爱常常传宣好话啦，社会若一直传宣无好的代志吼，那一种的怒与恨吼，会常常在人的心里。上周怨恨不平，经由一再的传述强化，只会造成对立。媒体若是一直传说不好的事情，怒与恨会常常存在人心，于人于己无益。能透彻道理而敞开心胸，化解恶缘结善缘，不仅自心得以平静，也能使人间祥和平安。上说凡夫总是不用心探讨道理，一旦遭遇不如意事或是难舍的世间情，就拜求神奇，人心就是如此颠倒。其实只要心转福来，运就通。圣人叮嘱慈济人，要破除迷信，播除无明。人人心中有佛，行中有法，法中有禅定，让人心能安住，力行于人间菩萨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慈阳，祝福您福慧双修，正言上人那履足迹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